基人文置业中心200多名同仁在岁末祝福当天也一法华金，身心灵融入道气中，也让更多人进一步加入志工培训。我当下在赢得过程当中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笃定我一定要成为您的弟子。下一次我们再有演艺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读书会开始，大家真正闻法入心，就能够把法演绎得更好。深入金藏，气势磅礴，事前彩排刻不容缓，最终展现有愿就有力的成果。我就整晚没睡觉在那边，突然间就一个灵感，对呀，弥勒六度万行一直跟你们彩排，我们就是难行人行，我们要克服万难。这经是佛陀讲经的，其实真正读经拜经行经得到最多的是我们自己。全是经典佛陀说法内容，证严上人也看到人人心念坚定。再大爱呢，都是一个使命，我们总是呢，要这人文。四大事业的人文呢，是滋养慧命，也要滋长慧命的，也是净化人心。发心立愿度众生，慈济人爱的接力永不止息。大爱新闻蔡林叶怡琳台北报道。